韩国旗舰限定团 One and One 在2018年12月30日正式结束活动，在最后的11人演唱会让粉丝和成员都哭到不行，之后他们的去向也受到大家关注。日前赖冠霖在节目上透露彼此的极限约定，让主持人刘在熙都听傻了。赖冠霖说，大家彼此约定了，在每年团体出道日一定要见面，如果没有出席的人就要退出演艺圈。超级极端的约定让刘在熙吓到说，干嘛做到这种地步。赖冠霖接着说，聚会当天的费用将有一年来赚的最多的人请客，边说边笑，也能感受到11个大男孩在讨论时吵吵闹闹又不舍的情绪。团体解散，赖冠霖也透露，听到团体的歌时都会有一股空虚涌上来，不过他也说了，现在已经渐渐有在适应了。而单飞后13日赖冠霖以个人名义推出新单曲，就马上飙上音乐榜冠军，未来发展也让歌迷都相当期待。台湾娱乐整理报道。